你那个免费资源，还不错啦哈、哦，对，好好好，挺谢谢好谢谢谢谢，好，哎，但是不要跑啊，等一下换你抽啊，把你的开好始运带给别人。哦，慧琳，刚刚那个很特殊的，来，今天东西还蛮多，这个是你们要感谢一下高雄第一科大哈、哦，礼物由他们提供，我只是负责拿回来这样。好哦，哎，但是不要跑，是不是要给大家有什么感想？来，摄影机底下，你再看我。来，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？觉得哪一个最受用？写字吗？全字库。好，所以你是比较喜欢古典的就对了。那就没想到原来那个可以 可以这样用哦，好，OK，谢谢你，但是不要走，你要把你的好运留下去啊。哎，各位，你们还没有抽到的，把问卷先填一填，搞不好会有机会抽到，因为今天东西还蛮多的。来，给你，按开始吧。哦，雅涵，苏雅涵在哪里？来，有想好感言的吗？还是只想拿走就好了。好，一样，眼睛头转过去，手来就好了。来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笔记本，来，今天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受用一点？做影片的。做影片啊，糟糕，做影片我讲最少，居然最受用。没有，我刚好需要做影啊，片。真的哦，太好了，反正刚刚这样就快有速收可以获做了。好。好，来，那再把你的好运传下去吧。哎，秋如。哦，谢谢好，你，谢谢谢。谢。澳门第一位就，刚刚第一位就是压轴了哈，因为要讲一下嘛哈。来，啊，转过去了哈，哎，手来。好，对，那是杯垫。哎，你应该知道，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在做文创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我现在去各大学校演讲的时候，都要顺便带一些 demo 回来。来，那等一下哈、哦，按之前，请你要先讲一下感想。我觉得做卡片那个很好玩。做卡片那个 OK，就是对我呀、啊。们第一个 photo 的那个，好，给你叫的，来。好，哎呀，你看今天慧琳可以去买那个了，你要买乐透了。来，哎，那你来，好的，来。帮别人一下，你看你今天运气多好，这么多人喜欢抽到你，要记得去买乐透一下啊、哦。怡 文，哎，来，还有一二，严格来讲算三个了，另外那个太小了，我们就不要给你。哇！他抽到这个是我准备的，不是高雄第一个他准备的。现在天气很冷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不用看没关系，但是等一下他出去，其实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能吃东西。本来我是想现场泡的，因为这么天气冷，要泡个姜茶，对不对？哎，尿盖哦。但是这一块里面有2块啊，盒子我就回收了哦。这一块给你，因为另外我要给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早上我才请他，跟他写 mail 通知他，我们今天我想到要用软体广播，害他吓一跳，他打电话给我说滴滴串，讲要安怎，所以这样个背景这，回去泡吧，这个可以泡，这个一块可以泡2大壶哦，看你啦，看个人忍受程度啦。应该可以暖和一点，好，那我看一下，剩下笔而已啦，剩下笔而已，两支笔，有没有人要？这个就太没有价值了，来，给你了，给你按开始好了哈，这直接略过，没有啦，没关系啦，哎呀，好。燕城，燕城在哪里？你要两只都拿，还是要一只给别人？
我比较有良心，我拿一只就好。真的、哦，没关系啊，两只都给你啦，谢谢啦。但是两位要不要讲一下，你觉得收获最多在哪里？收获反而是没讲的去背，我觉得比较有用哎。啊，真的、哦。好啦，等一下你留下，我另外跟你讲。有啊，我已经看完，我看完。啊，你已经看完了、哦。去背其实还有很多，还你用 Office 里面那个也不错啦。我是都用那个 Photocap 那个，只是说它、啊、Photocap 是一种方法，它有的选的有点笨，还要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要比较优质的，应该说，如果你要做的比较精准的，不可否认，目前线上服务还这一块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。真的要抓很准，应该 Photoshop 对对对还是 Photoshop 为主啦。对，哎，还是那个比较多这样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呢？是那个设计卡片。卡片，好，还有那个我讲比较多。好，谢谢你。好 ，OK， 这样大家问卷填好了吗？有没有？可以的哈、哦。哎，我要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填问卷不是填来玩的。我刚刚不是讲了，上次有人填我很讲话讲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想说，哎，今天用软体广播，各位对软体广播这种方式还可以接受吗？你应该不会以后都要求其他老师用软体广播吧？通常有时候自由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不自由。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哦，您看一下我的画面好了。最后一点点时间，你们刚刚是不是都已经填好了？有没有看到我们上面有回应摘要？哎，你填出来不是只有我看就好呢，要能够改进才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有20位同学填了，有没有？在这边可以大致上清楚，这没问题。下面这边不止。你可以看，你也可以看别人的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有意义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才知道说别人的反应有没有跟你一样啊，搞不好有的人想说，哎，跟你不一样，或者有觉得不好的也有可能，因为老师没有办法保证说全部都好，可是我尽量改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下面我们还要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有几个主题是我之前在我们这边或别的地方有讲过的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也许我们会列为就是下个学期还会再来讲的那个主题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。如果你还有问题的，你可以留下来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